世界各地的癌症患者前来就诊的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汇聚了充实的设备以及技术精湛的医生、护士、药剂师等优秀医疗团队，坚持不懈地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提供医疗服务。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创建于1962年，收治包括罕见癌症、难治性癌症的所有类型的癌症病例，作为癌症医疗与研究的权威医院，在致力于癌症研究和治疗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我们以与社会一起为全体国民提供最适合的医疗服务为使命，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一位患者提供相应的医疗，贴近患者，为患者家属着想，对社会做出贡献。这就是我们60年来一直走在日本最前沿的理由。在 Newsweek 世界医院排名榜上，我们在癌症领域获得了与世界领先医院比肩的成绩。医院周边交通便捷，住宿设施完善。目前我们也在开展在线第二诊疗意见的活动。我们进行适合各种癌症特点的医疗活动，我们为患者提供先进的医疗服务，例如安全可靠的抗癌药物治疗、癌症基因组医学等先端的医疗技术，可以更安全准确地切除肿瘤的微创手术、放射治疗等。此外，我们还具有在癌症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上有显著效果的高精度诊断技术，多学科专业人才的团队合作，以及全体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贴心服务，进一步保证了治疗效果。先进的医疗技术与传统的仁爱精神，这就是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的诊疗宗旨。我们的使命是开发新的治疗方法、诊断方法和预防方法，并尽快向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我们与学术界和企业等联合开展国际共同研究，通过旨在建立全球标准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的研究，引领亚洲癌症领域的临床试验。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也有非常多从国内外前来进修的医生、护士等医护人员，这里同时也是未来癌症研究领域的高度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除了医疗服务，我们还为患者在对于治疗所产生的焦虑和担忧方面、治疗费用方面、工作方面、出院后的生活方面等提供支援。很多患者为了兼顾工作、家庭和治疗而选择门诊治疗。此外，我们通过与地区医院的合作，时刻跟进住在偏远地区患者的状况。为了伴癌同行的患者，我们与每位患者的人生结伴而行。我们提供医疗和生活的整体性支持，让全世界患者都充满笑容。抱着这样的信念，我们每天都在继续前行，迈向不罹患癌症、战胜癌症、与癌症共存的社会，挑战革新与变革 Novel Challenge and Change， 一切以患者至上。 All activities for cancer patients